哇塞，好厉害呀！哇，快来吧！我怎么能走得比老佛爷快些？我在后面。夕阳花。夕阳，夕阳。然后回程时间是晚上7:50，那待会登船在你的左后方那艘白色游艇就是我们的船。啊，我们就坐这个大船啦。这里是战二库，博尔的战二库。战二库就这个船叫战。对。站是客栈的站了，然后呢我们等等到一个旋转餐厅去吃饭。对，今天这个行程我们也是第一次，第一次都是带着妈妈一起来尝鲜，托妈妈的福我们才可以体验。太棒了。这跟大家说一下，没有这么晃的这么严重，是自己晃的。开心的，不是船晃，先嗨了，先嗨起来，是开心的晃，船还没开先嗨了，船是一点点微微的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给各位看一下，阳光明媚啊，隔着玻璃，看有云呐，看还有风筝，哦，真行。对对，刚刚是有人问你这个票怎么定是吧？你跟大家讲解一下吧，怕有些人不知道。今天来的这个行程是网友给我们留言推荐的，就在高雄，高雄人也没来过的这个一个行程，从博尔的战二库搭船到红毛港，然后中间会有专业的导览解说。这个票呢是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的，然后一个人大概580几块吧。这个缺口，这是高雄港的第一港口。现在有一条船在进港，所以你看那个荧幕上面出现一个大大的 I， 各位，那个是 E 的 I 哦，代表 E 的 I， 就是一条船进港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一定会看到二港口是全台湾最深的港口，最深的港口就可以看到最大的船，24万吨的都曾经来过，这一艘超过10万吨也是常有。拍一个世界团来到曼塔这个地方，荷兰来到台湾，当然爱去台南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周身来过家呢，看了热兰遮城，现在变成安平古堡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迷宫，玩一玩吧，玩一玩吧。人家这迷宫是说，通过穿梭渔网之中找到出口，犹如渔民心中满载的喜悦，进而敲响，代表进港时平安幸福终生。跟上，跟上！耶！我也走出来了！下来的东西，这是那竹棍蛐蛐笼吧，用途是渔网制重，反正就是一些渔具吧，各种的渔具，对，都是鱼。它这个笼子是干嘛？这儿写脚踏车牌，这是为了你看上面那个车牌，人以前的自行车里有车牌。哇，高雄县，我还不知道自行车有车牌呢。这个区域蛮长，就是以前的餐厅的感觉，就是那个在电视里边看见那个古装，这么多晚上来应该很恐怖。哇呀，也真是有值得看看啊！哦，这是让你体验的，卸甲还乡红毛港。这是海滩体验站吧？这么多，这是那个标本吧？啊，是螃蟹的标本。这么多种哈、啊，各种螃蟹的标本。这人还在这儿玩，行不行啊？泡不进去啊！都泡了10次有了，都泡不进去。哎呀，妈妈逃进去了！哎呀，哇塞，好厉害呀！扶老佛爷，佛爷出宫了。老婆怎么能
走的比老佛爷可近，我在后面。看这后面刚好是那个货柜，后面你看。哇，妈，你看，哇，真是。走，我们去餐厅看吧。啊，我们去看夕阳，我们去看夕阳。走走走。三位吗？三位。三位，来看夕阳。旋转餐厅看夕阳，妈妈看夕阳的体验又升级了啊！一边旋转着一边看，哦，真是旋转的啊！对呀，能感觉到，能感觉到。你看，你看桌子和旁边，对对对，有一个，对，旋转啦。学了不少知识，哈，学了不少知识。那个灯塔，这是什么呀？爱和欧的区别，爱是进港。欧是出港，你看，其实它是个大门一样，它进来这儿就变成爱了，它刚出港的时候就变成欧了。记住了，哎，棒棒的。我还看见那过去红毛港居民们那些个陈列的东西啊，哎，真好看到，很有年代感，是不是？对，很有年代感。哎呀，真好，又开眼界，又长知识。哎呀，还了解了这个红毛港的呀，了解红毛港的历史。哦，真是享受，真是享受。你看，夕阳吧，夕阳，夕阳，夕阳。哇，喝着美酒，发凉的败火的啊，冬瓜柠檬，小口一点，凉凉的。来呀，老婆喝一个。哎，嗯，什么？这什么？冬瓜跟柠檬，现在这后味儿挺好闻的，还有个那个甘甜味儿，就是冬瓜的甘甜味。哎，冬瓜本身是败火的。哎，对，退火的，就是夏天台湾人很常喝的一个饮品。哦，挺好喝。哎呀，看着夕阳，喝着美酒，干杯！这个叫挂菜。有什么肉吗？鸡肉。谢谢。烫烫，小口味。香。香香的。这是个什么？烤小卷鱿鱼。哦，它烤的挺香的，倒是我在这儿又闻到了。嗯，挺香。不是鱿鱼，是小卷，里面如果有一块那个像塑胶片的，你就把它抽出来啊。这个黑的呢？黑的，黑的可以吃，墨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墨就是头足类，他们要逃跑的时候都会喷墨，把那个水变浊，它滚摇敌人的视线逃走。不瞎糊弄的啊。你吃尾巴，尾巴这段香，烤的挺香的。来个尾巴，挺好吃的，味儿挺好，味儿烤的非常非常好吃，而且能感受到它很新鲜。呼呼，大龙虾，龙虾肉，好香，吃到我的嘴里啦，哈哈。哎呀，真嫩，嫩嫩的哈。享受这一块最好吃，下面。没刺，没刺，没刺。哦，这么小，这是它的汤。烤生蚝它得反着烤，没错，因为它那个汤汁，不过应该都流出来了。你先给我们试个味儿，可以吗？没有毒啊。虽然汁不多，但挺鲜甜。开壳小达人。哎，这个汤多，来来来，再给你。妈妈妈，这个汤多鲜，妈真鲜。这可是美酒啊。鲜吗？还挺咸，鲜咸，鲜咸，它没有加盐的。是吧？来吧，撒上咱们的柠檬。哦，阿罗伊玛，阿罗伊玛，阿罗伊玛就是泰文的好吃。哦，好吃就说阿罗伊玛。耶耶，好香啊！这是生蚝。哇，嗯，酸酸的。鲜鲜的，香香的，嗯嗯，挺新鲜的。157个，还可以，不错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爸，爸，爸，回补。爸，这船呢？甲船呢是吗？坐船呢？哦，坐船啊。这船呢？这船呢？这船呢？晚上的美景更好哟。说这是高字塔是吧？高字塔，看上面一个高字。下船啦！下船也是在张二库这边，感觉怎么样呀？哎呀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这一趟真是值，知识上边得到了收获啊，美食上得到了收获，心情更是愉悦。那个，你看什么叫红毛人，什么红毛港的来历？
郑成功、主要是了解红毛港、红毛港的历史，玩得太开心了、吃得更好、那叫什么旋转餐厅在旋转餐厅、这就是说在西子湾看夕阳已经觉得很美了、但是今天在旋转餐厅看夕阳吃海鲜、又是一种享受、不同的风景，西子湾看的是大海一望无际，那今天是在高雄的港区看着夕阳，可以看着各种货轮、游轮、货柜船，对，一边吃着饭，一会儿一艘大船过去了、一会儿一艘更大的大船过去了，真的是本地人可以说不知道，或者说甚至没那么感兴趣知道，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来，你才更了解原来高雄港是这么大、而且这么漂亮、这么丰富，真是漂亮，真是漂亮、要不我说下着船了我都不想走了，坐在这儿再欣赏欣赏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不管你是不是高雄的吧，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4个小时的行程、下午4:10开船、晚上7:50回程，在船上的导览说你们这个时间段的航程就会很有狐狸，第一个狐狸是什么，第二个狐狸是，我想说这哪有狐狸啊，后来我才听懂他说的是福利，福利就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夜景，这是、这是狐狸，狐狸、对对对，一个人是500多块吧，500含吃饭吗？不含啊，吃饭咱是自己付钱的呢。吃饭餐厅是单价比外面再高一点，但是因为你坐人家旋转餐厅啊，你可以点去赏那个景去了，对吧？然后吃海鲜，而且旋转的，第一次体验旋转着旋转，还有一种好像晕车一样的感觉，挺好。行，逛一逛不二夜景，我们就回家了。行，OK，好嘞。